十八关日，一款上厉害哟，才会害死人啊！讲我的田园里有两家子，予人怪气哟，做伊人了啊！迄个七啊真牛哩，也会笑，搁也会哭，我予伊变一个空卡桥，煞予伊笑我戆眼头啊！我较早当地好康乐，伊尽量款大张的德行啊，才予我想到会起型啊！钱大嘿莫讲啰，搁咧甲阮解哟，面啊八几大堆，丈人啊要饮，丈妈要食哩。讲厝要大西门顶，利用全家厝安尼要来顾我好惊人啊！讲到迄个破麻哩，我就想起哟，对我枭雄哩，后摆无好买，咱人伤憨啊，煞予人笑衰。讲到第一戆，那我拜先锋；第二戆，趁钱予人用；第三戆，予人当作客兄讲。我实在有影懵懂咯，予伊款，把我人去敲卡，我得予人笑爽啊的。劝咱各位听友咯，是像我的人就记得开哦，打拼才有好买路，就爱加减赚哦。风水对咱无较长，这代永远就唔通啊，无采工，食饱用用较轻松，赚偌济免怨叹，祝咱大家事业路。免赶紧，阮若赚来。